热轧钢材的实质，热轧钢材就是在洁净温度以上进行的压制而成的一种钢材。热轧钢材的特点，热轧时金属塑性高，变形抗力低，大大减少了金属变形的能量消耗。热轧能改善金属及合金的加工工艺性能，即将铸造状态的粗大精力破碎，显着裂纹愈合，减少或消除铸造缺陷，将铸态组织转变为变形组织，提高合金的加工性能。热轧钢材的加工要求，热轧钢容易压制，轧钢效率高，热轧温度包括开压温度和中压温度。开压温度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合金像图中固相线温度的 80% 左右，而中压温度的确定要根据合金的塑性图确定，一般要求控制在合金的再洁净温度以上。